对方打了三个球，因为他们好多球吧，中场的时候半天感觉出不来，但扒一下突然出了一脚，全是这么打出来的。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咱现在后腰压的比较靠上，就是咱是，就说这场咱就练练战术，还是说咱还是就那什么，就练防守？如果是战术的话，后腰咱别怕，比如说后场我拿球之后往后场倒被人断，别怕这样，断也没关系，因为毕竟友谊赛嘛。如果咱就练战术，如果是咱就说练防守，那咱就。后场出球干净，然后往前走，还是后场出干净点。咱们今天唯一如果说非要能练的话，咱们把前场集体上抢来一下，就是别让一个前锋过去，就整体往前推，慢慢往前推着墙上试试。真的还是紧，别有压力。咱们不是说非得赢什么什么来的啊，真是练练，这也不是咱们最强的阵容。我就确认一下，我们进攻的时候到底是打身后还是打边路多一点？因为说边锋不好跑位。我们前面很多后卫他传不到脚下。对，就他做球做得很好了。因为边锋按我们平时踢，我们更多可能是从边路打，还是从边路，从边路再往中间打。对对，就刚刚很久前我们都边路跑身后，其实没有拉边路。对，他们最强的就是那个前锋。比咱实力强的就是那个，那一个人两个人都扛不住。不是那个壮的也可以，这衣服进来伤我士气，有一个蓝衣服拖出去斩了。那个壮的后腰要两个后腰，我说后腰两个，咱后来中路调整完，那就他另外一个后卫，他那个人就在中路活动，边路让他往边路跑没事。前场让他往边路跑，中路一定要防的。是上抢了，后腰跟另外一个后卫多上。你要说到这个问题，咱们每次来比赛吧，后场人来的都他妈少，咱根本换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来的全是中前场。咱你要说，比如咱想让谁都上一场，咱必然得让中生就得牺牲回来打后腰。咱来中后场人太少。我可以打边位，后腰再调一下呗。我觉得后腰跟另外一个中卫多上抢解放一下艾伦，艾伦看要看最后那个人。该两个机会了。我后来跟艾伦也有点是踢得不熟，我们俩都太类似了，都去追那个人，不能同时上去，没拉开那个。艾伦打后腰吧，再换个后卫，他拿球。我感觉后卫阿塞啊，对对，我就说呀，那咱更不稳了，我是感觉。他打后腰，他打后腰，后卫啊，后腰才能控制球，后卫只要往前踢就行了。你让艾伦，但是要找个速度快的看得住那个人才行。再找一个后卫顶，换个后卫，找个人看得住那个人。对，我觉得艾伦要上来一点，这样能控制。你看谁是踢中后卫？这就是咱们每次来的确有这个问题，没中后卫，妈，咱们全队踢中后卫的拉出来也没有仨，就这，还是得这么来，挺好的。那我稍微我跟着他吧，你还是最后那个，我跟着，我就专门找他就行。那个什么，只有几句，拉一个后腰回来。你好多时候你顶的是后腰的位置，所以你那个位置。我老想上前场留开艾伦的时候，那你不行，他又一点，又来又说，对，俩中后卫刚站住别动，万一漏一个。那两个后腰在前，我就因为我有点着急，前场给人的压力不够嘛，就后腰的时候，所以我老往前面逼去了。我操，下半场反正我就更侧重防守，我还跟着那个，然后等15分钟的时候再换阵容，咱们这时候再踢，都在踢里。然后那个后腰还是钟声和那个孙权啊。好的，然后那个两个边前卫，韵味起的还行啊。再前面，先往前。那个谁，你再上我踢右边，踢右边。然后那个岳琴还是在左边啊。果爷前锋啊，果爷和那个碧友啊，果爷放松点。脚说拉一个中锋再往回一点，稍微控一下球。碧友稍微回来一点。要不中锋，要不碧友。我觉得你也回来。碧友稍微回来，你不适合踢前锋，就是不适合，就别不适合等的那种。对，他得来。他回来或者你拿球，他得往前走，别光等。咱连线是少了点，咱踢的不熟，就回来。我觉得他可以踢后腰。汤吗？我要你得跟那大高位。那你来，你还回前面。他行，他还是更像前锋。他就那前锋厉害了。我下半场侧重点防守，我上来逼太多了，我逼得太靠墙。反正他们前锋是身体靠过去，不让转身是什么机会都没有。他们两个边后卫其实挺烂的，我们边路其实不烂。边路让我们先拿住球。对，我们基本不是跟咱们比，他们全队速度都不是咱快，但他们就是能站住位置好。对，多少边路拉稳了。你往边打，比如说我们有球拿上来，那个穿巴萨那个人踢的挺好，他特别身体特别好。咱们有一个，他属于当打之年，踢比赛踢的跟你们岁数差，就是咱们平时踢的时候节奏都特别慢。这种节奏的比赛，就是说你球，你人一扑过来之后，你平时你咱没有机会做第二，我平时可以过，我可以传，但你现在一扑上马上就慌，不是得看这慌的时候就球都是往前，这就是这种激烈，这种节奏的比赛，咱们踢的太少。是，
没事。那个刚才那个没事吧？你那左后卫啊，不要往中间传球。我不会左脚，那个位置是我最边后卫去。他妈咱连边后卫都没带呀、啊！我左后卫，咱们这个阵容还要不是石宇来，连个踢边后卫的都没有。你等他四分呢。咱们的确有点那个。后卫我是急了。我是想等将来来，你包括像兄弟，你这铺子挺好啊。王姐，你这几个球搞得挺好。咱现在问题是后防线没人，随机应变，看着啥阵容就走。哎，我说一点啊，跟战术没关，大家打比赛都太弱了。行不行？就你抢所有球之前，你先把身体架上去。这是打比赛，不是打着玩。所有球都得把身体架上去。大家所有人看球都是躲着那远。上游你先上去把人干走，再抢球。这是打比赛。对他们年龄尽管大，其实对你干打比赛就打比赛。彭伦说一点，我是一直认为就是欧美运动员比中国足球运动员强的地儿，他们贼有自信，都这么就管着先上身体再打球。就是比赛里心态放松，咱还是想着多来。对方招呼对吧？走一点。搞搞啊，咱们这刚上满场，刚实行实熟悉一下，下面好搞搞。老张的动作做得好，老张最后拍板来一句：“老张，你不是刚开始啊？我都不像啊。”没事，你们先打十五分钟。